他会出现吗？现实不会抛弃同伴，换成法海格萨也会变成无定。如果他进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发现有事，只要按我说的做就好。 总算到了，小家伙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我试试看吧，格萨，麻烦你把我放到杰开上。 Thank you.
不管多少次，我还是很讨厌回到这里的感觉。雨界现在还不太稳定，接下来跟紧我一点。幻化成肉身的，只属于这。
通向巨象的路已截断了，得去羽界帮忙联系。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无限探无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出现秽物？要不是小家伙的血灵把我带到这儿，你们就全完了。我们原本想顺着朝圣的路前往巨象，没想到出了点意外。如果还有时间，我倒是想让你多睡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我都不曾背叛这个世界。